面其实是笔电的电池要包里。笔电电池是这个软软的，对，笔电电池是软软的，所以不用多余介绍了。OK， 再来是什么呢？这个是笔电的键盘要包里。啊，这是笔电键盘包里。我们这个是 SSD 硬碟哦。门给打不开，这是 SSD 硬碟包雷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神秘开箱了，包雷，走啦！门给，那我开箱包雷呀。其实这个是小米开箱之前就开过的包雷。哇，好，我要开这个，是小米无线开箱包雷。包雷，是的。吃了好多冰淇淋之后，再有六七小女孩没办法开芭蕾。萝卜，不要打萝卜！萝卜拔出来了。哇，这里还有一个芭蕾，还有芭蕾，还有芭蕾，没有了芭蕾。我抽到主角。芭蕾。我还有四只鬼子，这个是小米吹枪芭蕾，还有四只鬼子，这是小米吹枪，这是小米无线吹枪。那我们现在来开启电源玩一次吧。芭蕾接不上，芭蕾接上了。啊，我今天呢要来放手机了，芭蕾，接吧，耶，成功了，芭蕾。这个呢，以前已经开过了，然后呢，这个这次的是要放妈妈那边的，好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把它放下去了，芭蕾。好，那我要拿下来了，芭蕾。按钮就 OK 咯，感应旁边的按钮就 OK 咯。哎，我先报个雷，这个在小米的米粉阶层的只要295哦，报雷。好，这我的先来报个雷哟。其实啊，这是小米 LED， 小米采光 LED 哟。天哪！耶！耶！你家 LED 智慧灯泡有芭蕾。好，这个一样是小米的米粉节买的，这只要310块就好了。灯泡，那好，是不是冰淇淋呀、啊？把冰淇淋拿开看看。好的啦，吃吧。走。这不是冰淇淋，是啊，这个是灯泡呀，芭蕾。好的呀，小爱同学，我在。打，开启电灯。开了。小爱同学，关闭电灯。在。关闭电灯。好的，搞定了。小爱同学，在。灯泡调成红色。小事儿。好，我是说红色。怎么变绿色？好，再换别的颜色看看。小爱同学，哎，灯泡调成紫色。好，已经调为紫色了。小爱同学，哎，灯泡调为红色。好。小爱同学，对，灯泡调为黑色。想要控制灯做什么呢？灯泡调为蓝色。小事。小爱同学，哎，灯泡调为橙色。好的。喂，小爱同学，我在。灯泡调为浅蓝。想要控制灯做什么呢？灯泡调为浅蓝色。没有听过。好吧。小爱同学，
灯泡调为紫色。好的，紫它变成紫色。小爱同学，等一下，给你们玩了。灯泡调为大变色。想要控制灯做什么呢？把灯泡调为大变色。想要控制灯做什么呢？把灯泡调为大变的颜色。很遗憾帮不上忙，我们聊点别的吧。